杀一杀，喷这两枪，杀一一枪，一滴。倒了，兄弟！操，这么来劲吗，兄弟们？哎，我丢个雷啊，先别上，啊，没丢。我操，兄弟，弹出来了。 过起来了，哎，火！搞个包！一楼，吓死我了！楼上我来看，我两个，楼上，喷着，等会儿，我架着，爬下去。我这边一楼来了。 我操！别走！楼上很残，有 new happy， 嗯，这 ID 好看，这 ID 好看，我去救江，丢东西了，这个雷，走，哎，一楼，我操，没子弹了，兄弟，等会楼上没死吧？救他，他没救，操，救啊，我操！ 啊，救了，我助攻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？我操！还想，我脸上有个人。就这，都倒。就这，这离蓝家我看个逼。哎，防区，红房，不要点红房。我看了，红房里边，蹲。哇！ 啊！我操他妈！房子里，蓝房，蓝房，对，快！他死，蓝房里面，蓝商店里面。我要打他两枪。哎，南边还有枪。我操！你们说的好像出仓去了，兄弟们。 拿上砸的这一刻，一个大残，那个栓狙大残。我操，这 M 是这么抖，我惊了。啊！砸子。 拿上砸子这一刻真的怕过谁？我操，你这个车进南山店了，可还行？ 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！我操，进蓝商店里面了吗？打了一枪，你们那儿倒了吧？那个人。木房倒了一个。我操，兄弟，他木房倒了一个，帮我架左边那个，拉了。他在哪？我打了两枪。他巨他妈猛，兄弟。左边倒了吗？平。右边两个都倒了。他就。 我去打三藏的了，他巨猛兄弟，直接给我一枪投降下，带走了。脚下这个墓房应该有一个，他二层楼应该救起来了。右边跑过来一个，丢雷了。这张应该救起来了。啊，怎么回去？我操，平岩，我操，好多！别！三藏倒了一个吗？ 没有，二楼倒了一个，你们的房子离客厅二楼倒了一个，左边的阳台楼。我操，这怎么这么多？阳台楼过去救得倒了。哎，这楼顶。倒在阳台房，懂吗？刚平爷狙倒的。我房子里有一个。这个车开的有技术。就你房子一个，他怎么还狙我啊？这个人。来来来，对狙。就你那个楼顶，第二个房子，蓝商店楼顶，你懂吗？ 他不跟我对了，那左边移避到了。有车吗？我操！我们以双防啊。说了。争议吧。蓝商店后面有个木房，一个。那里就有一个。争议，他们那结束了，我们。他俩都打到我。我操！结束了，兄弟。看看。怎么大逼死？两个。我操！